हसरत है हमारी बाबा कर दो वो पूरी आके मिल जाओ प्यारे बाबा हम बच्चों से आके मिल जाओ प्यारे बाबा हम बच्चों से आके अव्यात पाप दादा छों गाओ द हुआई आई शी जियांग यी जोंग दी लियांग ता शी दे नी वांग जी ची ता दे यी चिए नी जी बु जी दे नी दे शेन टी也不记得身体的世界。爱使你从辛劳中解脱出来，在有爱的地方就没有辛苦劳作。爱很容易的、恒定的使得你能够体验到巴布大大的手就在你的上方。巴布大大的手就在你的头上。爱变成了一个保护伞，使得你能够征服玛雅。无论问题的大山有多么大，爱都使得那座大山像水一样的轻。所以你知道如何保持融入在爱之中，不是吗？你们通过今天体验到融入在爱之中，你们今天体验到了，你们还记得任何其他的什么吗？你们不记得了，除了爸爸爸爸没有其他的呢？你们保持融入在那一味的爱之中。所以爸爸大大说，做努力保持融入在那一味的海洋之中，只做这一个努力。你知道如何保持融入其中吗？有时候孩子们融入在爱的海洋之中，但是只是融入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又出来了。爸爸，甜蜜的爸爸，可爱的爸爸。在下一刻，一旦他们从海洋里出来，他们就进入了一些粗俗的事情当中，就好像某人取了一滴海洋的水。他们融入在了爱之中，取了一滴，然后又出来了。要保持融入其中，爱的力量将能够容易的使得你摆脱其他的一切。आपकी मीठी बात।
रातों में। ओम शांति। ओम शांति।处在阿维亚的光体的寂静中，体验 Double Light 明亮又轻盈的天使境界。主题：在服务中的轻盈。恒定的是你自己是明亮又轻盈的，并持续的做服务。在你所做的服务中，你拥有轻盈到何种程度，你就会更容易的自己飞翔，并使其他人飞翔。在做服务时，保持明亮又轻盈。在做服务时，待在思念中，是成功的基础。无论氛围可能多么的嘈杂，或多么的他莫古尼，完全不纯正的，用寂静的力量，通过稳定在你是最好的这个境界中来结束所有的浪费。通过这个崇高的境界，你将能够在所有的时间里体验到休息、放松。Om Shanti。 Om Shanti。Om Shanti， 欢迎来到阿菲亚法瑞尔。今天是第22天，处在光体的寂静中，并且体验明亮又轻盈的天使般的境界。今天的主题是在服务中的轻盈。现在让我们聆听 Didi 的分享。Om Shanti. Om Shanti. Everyone is Baba's valuable jewel, right? 每位都是爸爸的有价值的珠宝，总是在闪烁着。Baba doesn't want us to carry any burden. 我们都是孩子，爸爸不想让我们携带着任何的负担。它怎么发生啊？会发生什么呀？它会发生吗？爸爸说，你都不需要想的更多，要融在爸爸的爱之中。特别是我注意到，如果心思和心智很忙碌的话，很忙碌于思念、琢磨、搅拌知识，服务必定是 Brahmin 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记得当我开始服务的时候，就说你必须要介绍父亲呢。但是这么的容易，我必须要介绍我的父亲家。所以知识不仅仅是心智层面的知识呢，就要像是真正的体验。关于你的家、你的家庭、无限戏剧的这些的真正的体验，所以跟其他人分享知识是很容易和自然的。甚至现在我也发现，服务在各地都在扩展，无论是灵性的服务，还是身体的瑜伽，因为服务在滋养着、支持着这个学院，那就意味着，无论在那时，学院里需要做什么，一个人都不应该说我不能做，这不可能，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当你想着所有的 Daddy 们、姐妹们和爸爸在一起的那些 Daddy 姑萨分享体验，他那时候还很小，还有其他人，他们就被给了要洗锅的这个任务，他们必须要站到锅里边去洗，他们一边洗呢还很享受，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的职责 给予了什么职责，他们都带着快乐去做。所以呢，你去想那个站在锅里边洗锅，那多有趣啊。所以支持学院，学院需要什么呢？这爸爸就给了有位大帝很美的名字，就是万能的服务者。有一次呢，他还做了保安，因为每个人那个时候晚上要轮流值班。我记得有次大帝们在分享这个，他们过去呢晚上呢就保持讲话，那别人就知道我们醒着。但是呢，这都是在明亮又清明中发生的。服务不仅仅是给予知识，还有照顾这个学院，因为我们是通过爸爸给予这个学院的而被得到滋养的，无论是做饭，还是这个在爸爸的厨房里做事情，我们从爸爸的厨房里做供奉，在世俗的世界，当我们想着家庭的成员，即使是孩子，也在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无限的家庭。所以我们对爱，对家庭有爱，关照这个家庭，那也是这个家庭的服务。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话语都像是服务一样，所以我们是服务者。所以爸爸在说，恒定的是你自己为明亮又精明的，并且持续的做着服务。在多大程度上你在服务中有精明，你将更容易的能够飞翔，并使得其他人飞翔。爸爸说，在做服务时保持明亮又轻盈，在做服务时待在思念中，是成功的化身，而是成功的基础。无论氛围可能多么的嘈杂，或者多么的tamoguni完全的不纯洁，用寂静的力量，通过稳定在你是最好的这个境界中，来结束所有的浪费。通过这个崇高的境界，你将能够在所有的时间里体验到休息、放松。所以这是很美的。所以明天呢，我们就练习这个，检查我们的境界，也创造我们的境界。Om Shanti。
Hello, Didi. How are you? Good, good. Hello. Didi, 你好吗? When I was getting ready this evening and I was coming out of my room and in my head, I was just again deeply appreciating how you do this every 那我看到你每天晚上做的这个事情呢, 我真的很欣赏。 Let me give Didi a blessing. 我就想着让我给弟弟一个祝福吧。 Especially for the 18th of January. And of course, I know whatever blessing I would. 这特别是为了1月18日而做的。 And the header on it was Avyakt, sweet child. You are Bapsaman, your intellect. 他说，甜蜜的孩子， incorporeal, your heart, 你的心智总是和非实体相连， 你的心充满了光体的情感。 Baba mentioned something yesterday that 爸爸昨天提到了， easily makes you equal. And so 爱很容易地使得你等同。 Equal thing that is ultimately that is Bapsaman, but where there's love, there's equality and 等同的事情，使得和爸爸一样。 尽管一切都是服务，我想真的和你在一起，一切都是来自于爱。 你学习带着爱学习，爱爸爸，你的瑜伽、修行、服务，那不是爱吗？你除了爱，你还能比作什么呢？我想是的，是，不是爱这个为了家庭。 爱这个家庭，那是来自你的爱。我总在想，是谁在听这个阿维亚帕瑞瓦？即使灵魂不是很好，他真的需要，而我们都必须要不断的服务。 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常规的听课。那有些人呢，很常规的参与。有些人说他有一些世俗的责任，所以他不能够参与。 那就像有个兄弟，他无论他听到什么，都会可以帮助他处理世俗的事情。当你在谈到等同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爸爸83岁，我十几岁。 爸爸呢，就使我坐下来等同，他甚至让我坐在更高的地方，让我和他坐在一起。爸爸开始分享的方式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那就是说从第一天开始，他就让我感觉到我和其他人是等同的。 我想呢，在实际的生活中是等同，在我们的思想语言关系中等同是很重要的。爸爸总是给我们这种感觉，就是你们是等同的。如果你保持那样的感觉，当然也是爸爸对我们的爱。爸爸也说， 你上个周期就变得等同了，所以父母是如何等同的看着孩子们的，而孩子们呢，需要花时间去感觉到他们和父母是等同的，并过着那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过着那样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们在变成那样，但是在内在我们在想着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同等的，因为是同一个家族，同样的语言，一切都是一样的。哦，你刚才说的真美。我想问你的是，当你16岁，爸爸83岁，他给了你这种归属感，他孩子需要时间去有那种平等的啊这种体验。看着在这个灵性道路上的人们，我们需要给那些更年轻的人那种平等感。可能年轻人可能感受不是那么感受得到，那长辈呢想要看到年轻人进步。在与爸爸的关系中，每个行为都在教导我们。爸爸会叫我们去关注年轻人的一切。孩子，你在想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样的？我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会，我们有20个人。第一次见面，爸爸在问我们，我们的计划，他是怎么想的，我们怎么想的，他就创造了我们内在的那种品质，要变得像爸爸一样的品质。真的，如果你必须要跟随爸爸的话，我们就应该做同样的事情。要这个关切，就是我做什么，他们也会做什么。就说你是在给人们那样的礼物，而不是在培训他们。这是为什么老师的培训就发生了。我说这应该是第二部分的，不应该是更多的有知识和教导啊。什么是这个学院 Shrimat 是什么，最高指示是什么，那一些都应该是这个第二部分的课程。因为我想在和平村做，我想成为那其中的一员。所以我想说的是，爸爸，任何好的长辈都希望人们能够恰当的跟随爸爸，但是他们只能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跟随的，他们是怎么做服务的。所有那些 sanskrit 都必须被给予。如果他们看到一个孩子修养很好，那么父母肯定是给了他们很好的 sanskrit。 我们总在教给孩子很好的 sanskrit。 在这里也是 Brahma 爸爸试图在给我们这样 sanskrit， 通过做出那样的关心关照每个人的行为，他就把这个 sanskrit， 我们就从他那里学习 sanskrit。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家庭为了家人而做，那家人呢就会说，哦，我得到了这个，我体验了这个，我也要这样做，那就变得很自然，变成了这个家庭的传统， Brahmin 家庭的传统。我越多的去想爸爸从这个学院，从长辈那里，他
通过跟随爸爸所做的，如果我看着我得到了什么，我就会说，爸爸是如何平等的对待我们的。比如，在关系中有些困难，长辈年纪轻一点的，有些人可能没有那种平等的感受。有这种优先感和就占先了，就是有人有那种优越感，有人没有。但是我们其他人那不能够改变这个行为的因果，但是我们能够改变那个场景，使得大家是平等的。虽然呢是因为这个天性，如果两者都必须要跟随爸爸的 Shrima， 如果我们都要跟随 Brahma 爸爸，不是说我要做你告诉我做的，就好像是不是你和我，而是我们在跟随爸爸。开始发生的是什么呢？我不断的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不会为这个学院创造障碍。大地菩萨，你呢不停止给予，不停止支持，就是为了爸爸，为了学院，为了服务，我必须要给予。因为你是工具，我仍然会继续去做，因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是自然的。我们的冲突是很表面的，不是因为嫉妒、憎恨，不是来自于否消极负面的。有次我在分享，当我来到知识中的时候，我们有许多人，20个，有很大的区别。有的人做了14年，对，不像大弟们，他们做了14年的深久瑜伽。有一次，弟弟们Mohini说，我们在孟买，我们都坐在一起，来看着这些不同。所以那是一个很敞开的交流。我们那时候就在纠正一些事情，这个对吗？那个对吗？有很多这样的小事情，这种穿衣服、走路的方式。我们是这个更小了两三代了，那我们仍然是去了大学，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的一些方式。但我想，那时候真的有很多交流。在那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去休息。那我们总是有爱的，那么如何在一起工作呢？大地会说，明天当你们都来的时候，你们要带着这些。那他这样做的呢是很强硬的。如果你不带，你会做什么呢？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不用担心，我们会带来的。就告诉他我们会做的，不要
不要以一种回应反应的方式去对他说的那个会去做出反应。 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在公众场合讲话，大力就告诉，就叫我们去说，告诉我们要用什么词，要说什么话，就变成了一种，这种分享滋养，很有内之中很有爱的关系。 在50周年纪念的时候，有50位大弟，就是因为我们在分享一切，他们在分享，他们从爸爸那里学到了什么，我们的分享也会帮助到他们。所以我说的是，即使是有一些 冲突，我们都要看着爸爸。如果这个冲突在服务中变成了障碍，那就是不好的了。我通常不会把它看作一件大事，我都会想他们会好的，他们很好相处的。 当我进入到他们的这些因果的时候，我就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只是呢给良好祝愿。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有温和。如果我保持中立。 对两者都有爱，那么有一天我能够帮助他们。如果我说这个人对，那个人不对，那两个都对。有时候你听到人们，他们说，其实他们两个都对，我们允许人们。 Dealt with and become experienced in. But I'll go with it. One very nice appreciation. I didn't know this thing before of, and of course. 之前呢，我也不知道这些。 我想在每一代之间呢，都有这样发生。 年轻人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可能会跟您大弟们分享。 每当大理去孟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喜欢在一起。大理普卡西玛尼，当我在孟买的时候，他在那儿。那时候有5位大理，我在孟买见到大理，他就说。 我们现在有个计划要叫所有的大弟，所以呢，我就从他那里学习，他是如何跟其他人分享的，听取他们的意见的，就我们有纯洁的情感，有很好的交流的方式，这样一切都变得很容易了。 并不说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就在情绪上搅扰了其他人。我在想着我们能够顺利的摆脱了障碍的前进。
非常感谢弟弟，下次再见。I think now I'm going to be inviting my dear sister. 现在我要邀请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姐妹。Hansaben. I think it looks like I'm in New York. It looks like you're in New York. 那你是在纽约吗？看起来是在纽约。我住在这个。But it's a sweet surprise to meet with Abhyakti Parivar in this way. Yes, yes. 这样的方式会见光体家人们，这是幸运福气。I just wanted to meet Mohini Didi after she returned back from the hospital, so I just came for. 她从医院回来呢，我就是想见一下 Mohini Didi。我只是来这儿很短的一段时间。Yeah, it was fortunately very easy and.I was able to get non-stop flights. So, it's a fortune because I'm a person of. 真是我的幸运福气。我是和这个学院和大地有联系的。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来到了学院中。对我来说，一切都是这个学院。Is it just Hansaben's sound that's gone off? One second.Yeah, maybe Hansaben will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herself and where exactly she's from. As long as I've known her, she's been in the U.S. But of course, she had a life with Baba. 她一直在美国。她在加利福尼亚服务之前呢，她就来到了爸爸这里。你在哪里出生的呢？就是灵性出生，在古吉拉特安的吧。在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收养了我。因为我的生命和这个亚格亚很相关，所以。这个学院的堡垒根，对这整个家庭和世界都是很重要的。当我听Mohini Didi讲的时候，他总会强调这三个方面。大地变成了天使，他变成了为了整个家庭非常强有力的每天晚上早晨都来被爸爸的这个火焰所滋养在一起，我们和根相连，每天因为我们在看爸爸的视频，还有所有祖先的智慧和弟弟一起，所以我总是喜欢和阿维亚帕瑞瓦相连，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每天在加利福尼亚时间，我们都打开，所以在打开的，所以每个人的振波都与此相连。我们喜欢给爸爸供奉炮，
当我来到知识中时候，那时候我们弟弟这中心有个弟弟，每一位都供奉 Pog， 用这个出神使者，那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自这个 Avet Pavi 节目开播以来，我几乎没有错过一次供奉 Pog。 那么在供奉 Pog 的时候，爸爸会触动我们，因为我感觉到当我们在一起供奉 Pog 的时候，我们就在改变转变整个世界的氛围和震波。所以这个 Avet Pavivar 在滋养支持着这个 Brahmin 家庭的集体能量。所以当 Brahmin 强大的时候就不会受影响。感谢弟弟，感谢每一位参与来到这里，是我的荣幸。सारे जग के लिए नव युग लाए हैं मेरे जन्मों के भाग अब खुल गए हैं राम आए हैं मेरे जन्मों के भाग अब खुल गए Carrying a silver chhatra placed on a red cloth, Prime Minister Modi climbed the steps of the newly constructed Ram Mandir and performed the rituals. Then he went inside the Sanctum Sanctorum of the temple for the most sacred part of the Pran Pratishtha ceremony. Modi 总理去到一个庙里面，给这个神像供奉了莲花。他们还在这个庙的上方撒了这个红色的粉。Pran Pratishtha is a revered Hindu ritual wherein the deity comes to life in a transformative act. The term Pran signifies life, while Pratishtha translates to establishment. The idol undergoes a profound metamorphosis and becomes a living embodiment of the deity. And the divine presence within 是一个这个神人的形象。After the ceremony was completed, Prime Minister Modi prostrated before the idol of Ram Lalla, signifying a deep. 仪式结束之后呢，莫迪总理呢，就在这个神像आपसी सद्भाव और समन्वय का भी प्रतीक है. हम देख रहे हैं ये निर्माण किसी आग को नहीं बल्कि ऊर्जा को जन्म दे रहा है तेरी मैं राम को खिलाऊंगी प्यारी प्यारी रातें प्यारे शाम संग आए हैं राम आए हैं राम आए हैं आए हैं राम आए हैं राम刚才看到的是那个乌沙弟弟，咱们学院的乌沙弟弟也去了。
谢不知疲倦的服务，为了神圣的家庭感谢你，为了甜蜜的脱离感谢你，为了甜蜜感谢你，为了您的信任感谢你，为了无限的眼光感谢你，感谢您的机灵，感谢您的智慧，感谢您的知识，祖先的分享，智慧的话语，最服务是稍后在进行的。在那些日子呢，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很少人，有质量但是没有数量，所以Didi负责在中心负责服务年轻的姐妹，稍后才到了。爸爸使得他们做深久瑜伽，深久瑜伽的境界是这样的，有一种吸引力，一种寂静的力量。我们在谈论的这种寂静的力量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我们有可能坐几分钟四处走走，去爸爸的房间说早上好，那是不同的。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价值重要性，那是 OK 的。但是静静的力量，瑜伽的熔炉，那会转变 Sanska， 那不是一种普通的境界。为此坐着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开始有一些困难。我说那是第一组，第二组兄弟姐妹他们到来，在知识中两到四年，姐妹们使他们自己很忙碌，做这个做那个，他们总是四处忙碌着。那些新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到来，那是为什么？他们有非常少的坐下来的寂静的体验。我们观察到Didi们，他们发展了这个坐着的兴趣。बैठने को मन करे जैसे प्यास जैसे 如当我们渴的时候我们想要喝水，但是当我们饿的时候我们想要食物，我们早晨中午晚上都想吃食物。如果我们没有得到食物，几天没得到，那内在的境界会是什么样的呢？我读到有几个人他们饿了，我说他们吃三次。我们的这个有个兄弟，老的兄弟，你们可能有的人见过他，他过去住在潘达巴文，我们去那里吃用餐。有一天我对大大说你晚来了，他说我不饿，很多年我都不饿。我看到他来用三餐，我说大大你来三餐都来，他说我来是因为他们在等着，否则他们坐着那里啊是饿着的。我来这里是因为这是用餐的时间，但我并不饿。我真的读到了那个文章，什么叫饥饿？哦，饥饿。他说，当你饥饿的时候，你就等，都不能等待热，就这个食物的是烫还是冷，就想吃，他没有这种选择。我看到了，
有些人如果你们给他们一个 chapati， 他们会说不，我很饱，我足够了。但是如果给他们冰淇淋，他们就会吃，他们会吃那个 samosa， 那他们不饿，这是一种选择。今天人们都不饿，这是选择的事情。有的人会进入厨房去看一下在做什么，然后他们说他们饿了，那不是真的饿。有的人会吃几勺啊，吃一些什么什么胡椒等等，他们会吃，那不是真的饿，那是在品尝。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冥想的样子。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冥想的境界。饥饿的相似的，他们应该是有深深的渴望，不仅仅是深深的渴望，而是像火一样，没有时间的问题。那些日子我们没有时间，像世俗的人一样，他们说姐妹们你在做一个伟大的工作。在看了这个展览之后，我们的姐妹说你也应该邀请，他们说他们没有时间。这里的兄弟姐妹也说我们没有，没有这种偏好。有时候很有爱的，我告诉他们，Om Shanti, such a wonderful sharing. And we also Om Shanti, 这么好的分享。在 Bharat 那么也看到了这个刚才的视频，那里有 Usha Ben， 还有其他的200位爸爸的孩子去了，他们也去那里做服务。还有这个我们的总理也去了，那个就是我们称之为的膜拜，所以我们是非常有幸运福气的。明天是他们的周二，这是他们一天的安排。So any youth or any children who are interested to listen Muli just for a few minutes, it's only 15-20 minutes, so they can join. And then Bhatti will continue and same time in the main room 5-6, we will have English Avik Muli revision. And then in the evening, Hindi series, English series and Avik the Journey. Welcome to Avik the Journey. Avik Muli is from 1969.Multi-million-fold fortune and blessings. 始于1969年的光体天使的牧灵。Om Shanti. Om Shanti.72年6月16日。
成为兴高采烈的是 Brahmin 生活的一个特殊的 Sanskar。 保持兴高采烈的容易的方法是什么呢？保持恒定的兴高采烈的纪念形象是哪一个？在哪方面他们展示了兴高采烈的特长？他们展示了 Vishnu 躺下的形象，他在琢磨搅拌知识，他是兴高采烈的。他们展示了特别的作为了是兴高采烈的纪念的特别的形象。 Vishnu 就代表着意思是双重的形象，你们所有人也是 Vishnu 的形象。你们也会从普通人变成 Narayan 吗？从一个普通女人变成 Lakshmi 吗？还是只有父亲会变成那样呢？男人和女人，那些琢磨搅拌知识的，以这种方式保持兴高采烈的，所以保持兴高采烈的方法是什么呢？琢磨搅拌知识。在多大程度上你搅拌琢磨了知识，相应的你就能保持兴高采烈。没有琢磨搅拌知识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使你自己忙碌于搅拌琢磨浪费的。当有浪费的琢磨搅拌的时候，就不会有知识的琢磨搅拌。如果你使你的心智保持恒定的忙于知识的搅拌，你就会保持恒定的兴高采烈，就不会有任何的浪费的琢磨搅拌。为了琢磨搅拌知识，并且恒定的保持兴高采烈，你们已经获得了许多的珍宝。当今，当某人非常富有的时候，人们说，那一位有不计其数的财富。以同样的方式，你能够数一下你获得的知识的珍宝吗？既然它是不计其数的，那么你怎么会放手它们呢？只有当你想着你缺乏什么的时候，那看起来你才没有拥有它。然而，如果你不缺乏任何东西，然后你没有那样东西都不可能。你比知识的财富还更喜欢其他的事情吗？其他的东西吗？因为你已经很长时间养成了那样的习惯，所以它会违背你的意愿的发生吗？所以自你开始琢磨搅拌知识有多长时间了呢？甚至是在汇合时代的一年等同于多少时间呢？甚至汇合时代的一年都非常长。如果你以这种方式看一看，这就是你已经很长时间做的一些事情，不是吗？所以就正如那是长时间的一个 Sanskar， 你记得它违背了你的意愿。那么为什么这种长时间的意识不以同样的方式自然的保持呢？什么是新鲜的、有新意的，应该更多的保持在意识中，因为这是现在的一些事情。
其他的是过去的。阿恰，明天继续。Om Shanti。Stay in a vyakta silence. 处在光体的寂静中，体验明亮又轻盈的天使境界。在服务中轻盈。恒定的是你自己，是明亮又轻盈的，并持续的做服务。在你所做的服务中，你拥有轻盈到何种程度，你就会更容易的自己飞翔，并使其他人飞行。在做服务时，保持明亮又轻盈。在做服务时，待在思念中，是成功的基础。无论氛围可能多么的嘈杂，或者多么的他莫古尼，完全不纯洁，用寂静的力量，通过稳定在你是最好的这个境界中，结束所有的浪费。通过这个崇高的境界，你将能够在所有的时间里体验到休息、放松。Avyakti silence dvara double light farishta sthiti ka anubhav karo seva mein halka pan sada apne ko double light samajh kar seva karte chalo jitna seva mein halka pan honga utna sahaj udenge udayenge double light pan seva karna yaad mein rehkar seva karna yahi safalta ka aadhar hai kitna bhi aawaz और कितना भी तमोगुणी वातावरण हो लेकिन साइलेंस की शक्ति से वेस्ट अर्थात व्यर्थ समाप्त होने के कारण बेस्ट अर्थात श्रेष्ठ स्थिति में स्थित हो सदा रेस्ट
अर्थात आराम का अनुभव कर सकेंगे।